响的影院哦。对，音响比我们演唱会还厉害。很希望再看一次《九龙城寨》。对，你们会想要调换角色吗？我希望可以做你们的宝贝，被你们不是保镖吗？我希望下一次不要被打得那么惨了、啊，不过也很爽啊。一起播放一个电影给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震撼。希望观众真的有机会去一个电影院看这个《九龙城寨》吧，因为那个效果出来跟其他的电影院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其实澳门有很多街道都是比较有它的特色的，同埋比较旧式的一个感觉咯。咁但我自己个人最想，我可能是过嚟拍一啲爱情的电影。跟北沙电影院。